可乐瓶子和盖子，帮我检查一下这个盖子，很坚硬，很普通的一个盖子，对吗？没有问题吧？还有确认一下这个瓶口，还有你可以把这个把它给放下，能不能把这个瓶盖放到那个瓶子里去，放不进去对吧？瓶盖就放不进去了。好，接下来换我来。叮当。因为我的双手啊，盯着这个瓶子，盯着这个瓶盖，没有错的，我到时候会去动。一、二。抱歉，确认一下，它真的在里面。需要你帮我从里面的随便去拿一张牌，在那个牌中就我们随便拿一张。好，你自己看，给镜头看一下，记好这个牌了吗？这样的，这样，需要你帮我从里面随便拿一张，然后不用给我们随便拿一张。对，给镜头看一下，给你朋友看一下，不要给我看。好，帮我拿着这个瓶，差不多这个位置对。好，这样保持不动啊。来了。想象的拿着，想象牌就在你的手上，然后把它丢进这个瓶子，丢进是的，哦，丢了，是的，有看到吗？哦，我说的不是那一张牌，是刚才你选的那张牌的信息。记得你选了什么牌吗？是什么牌？虽然没有看到牌。有关牌子，说出来吧，没关系。梅花八对吧？你看一下这个瓶盖，这瓶盖上面呢是有英文字母对吗？但它的英文字母呢不再是可口可乐，而是 Eight Club Eight Club。上面那个英文吗？8 club 8 club， 你选的是梅花八 8 club 吧？没有错。